感受一下。哎，我操！谢谢太子送的520老司机牛逼！谢谢太子对着我的支持，谢谢。哎，妈的脑残！那个船，那个船，我开船吗？我抢船吗？啊，下来！干什么？我尼玛，你干什么？拉着，小逼崽子！好嘞，开船。哦，我去前面的炸弹岛去看一下啊。谢谢余温送的15个好梅。哦，可以把人变成气球啊，对啊。也黑大大送来了荧光炮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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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我怎么感觉移速这么慢呢？这移速啊，能不能再快点？哎，算了吧，我还搞架飞机过去吧。哎呀妈，太磨叽了！我抢个大船，大船越大越慢，你不知道吗？船越大越慢。而且我之前本来打算，这个把线，这个线我只有两条线，如果有十几条线的话，我倒是可以这个把这个船弄飞起来啊，弄一个飞船。16千米啊，15千米，太大了地图。哎，我操，前面那个，站着。啊，前面那小逼尼玛。谢谢楚大专业作死送的两个大瓶。卖娃娃喽，卖娃娃喽，充气娃娃哦，现版的没有用过，有一次没有用过，九层星哦，九层星的娃娃喽，1块钱一个哟，可以免费试用哦，谢谢文仔，好吧，第一救助车，哎哎。我飞出去吧，我尼玛，这样太痛苦了。哎，我操！因为头大，所以飞不了太远。头大的原因。飞机，哎呀，飞机，哎，我们去炸弹岛玩一下啊！炸弹岛是什么东西啊？再把飞机好好开了啊！哈哈哈哈！好的嘞，放好了啊！感受风一般的自由，就是自由。嗯，哎，这螺旋桨会不会绞死我呀？哈哈哈！谢谢奥特曼送的15个好吗？起飞。加速！哎，我发现这飞机飞的不比战斗机慢啊，战斗机慢是时速350千米，前面是16千米啊，这个时速是274千米，大概几分钟可以到达前面。有没有数学高手？有没有？谢谢陈送的萌。哎，我把倒飞啊，倒飞。看好了啊，这把玩技术了啊！
好了，倒飞你们上去，我操！倒飞我站不到飞机上面去，我操！这他妈怎么办啊？完了，这边他妈还没有船。我操！我在这里想死都死不掉啊！啊，不会吧？飞不过去，飞得慢，飞不过去。这地图超大的啊，地图超大，这怎么可能过得去呢？这过不去的呀！你要我慢慢游过去的话，哎呀，这，哎呀。哎，后面有船，后面有船！我操，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，有个船，有一个船，嘿嘿嘿嘿嘿，有船就好说，有船就好说，那是吧？我操，有船！谢谢小杨鼠的一起玩方舟送大蓝星，谢谢。嗯，还是个大船，谢谢我们暖意送大蓝星。我把船给抢了，抢了过去。游戏防卫过当三，谢谢咩咩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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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有鲨鱼啊，没有啊。鲨鱼，船，我来了，船。这些难易。其实走路走几步就到，你在开玩笑？十千米你看我游泳呢，一点反应都没有，还走路走几步就到呢？哎，东，哎我操，没过洞！哎东，这几个船，我来了，那下去，下去！我前面摩托艇，我操，摩托艇哎，摩托艇。没够到，我操！摩托艇速度快，好，抢一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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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呀呀！哈哈哈哈哈！阿斗，哈哈！搞定，感受速度的感觉，时速30海里，40海里，30海里，40海里，那他妈的我这个我从这边过去，难道要开船开个半个小时才能过去吗？啊，不会吧？谢谢暗黑。开半个小时过去啊？谢谢唐少爷送的大瓶，谢谢。我怎么感觉一点移动都没有呢？这游戏能飞多高啊？能飞得超高。今天醉了才吃酒浓送大瓶，谢谢。能飞超级高的，我之前不是玩了一个如来神掌吗？你把从天而降啊，从地图最高的地方掉下去，我操，居然摔不死！哈哈哈哈，哎，这人简直就是超人啊，头落地啊都摔不死啊！啊，谢谢王婉。游戏多大？游戏快40个G 吧。坑斗神掌，谢谢我们的春天，谢谢。还有多远啊？我看一下地图哈。操！这个孤独送的66老司机，
哎呀，其实每次跟你们玩这种自由性比较高的游戏啊，怎么说呢啊，都不想正规的玩。最近呢游戏又多，猎天使魔女总算解决了，然后后面呢还是想拿那个灵如压制物理通关了。唉，好多游戏要玩哦，而且六月八号我可能会请假啊，六月八号，因为六月八号魔兽世界电影上线。谢谢想和丑蛋一起玩方舟，送你188老司机。我晚上出去看电影，也看魔兽世界啊，谢谢掏心，毕竟期待了十几年了啊，对吧？然后那魔兽世界呢，哎呦好看呢啊，还有6000米就到了，6000米。看电影呢，跳票了吗？没有吧，应该没有跳票啊，应该没有跳票，应该还是跟之前一样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，你们信不信我这样从这边开到那边，开到一个海岛需要1个小时的时间，信不信？谢谢半智。嗯，高考啊，六月八号高考，呵呵，那更好，呵呵，那样的话那个电影院就没那么多人了，不然人山人海的是吧。我到时候去看一下啊，魔兽世界电影到底有多少人看，到底有多少人期待啊。谢谢红少。魔兽世界那个电影啊，真的是期待了10年啊，10年的时间啊。联盟狗部落猪，我是联盟狗啊，联盟狗。小学生初中考试，还有高考。高考现在没有看那么重吧？以前高考的时候，很多人自杀，很多人这个没有进考场，或者考的成绩不理想还自杀。其实我就想不通了啊，不就一个考试吗？能怎么样呢？对不对啊？啊，谢谢小 Z， 你做人嘛，不能那样的啊。谢谢七，现在没有人自杀了，搞得跟印度一样的，印度就是的啊，学习成绩不好就自杀。哎呀，别嘛，那学习有什么用呢？对不对啊？又有什么用？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哦。未来的成就并不是你考多少分能决定的，也不是你学业多高学位多高能决定的。哎呀，难以置信，呵呵，难以置信，呵呵。啊，还有4000米快到了，炸弹岛，我去看看这个岛有多大。行万里路不如操人无数，哼，谢楚大么么哒送大饼。你操人无数的话只会有一个结果，就是得艾滋病啊。谢谢点点点送浪，没有第二个结果了，只会得艾滋病啊。还有3000米，哦他妈远啊，我怎么回去？上面有飞机啊，飞机回去啊。谢轻松大厅，噔噔噔噔噔噔噔，你们以为戴套就不得艾滋病了啊？戴套也会得哟。谢谢蘑菇送大金。带套，带套有什么用啊？啊，你带套还不如用鱼炮，用那些鱼炮啊、羊肠啊，那是古代的办法啊，古代的办法啊，安全的。谢谢蘑菇。好嘞，快到喽！这个岛我看到喽。哇，这个岛。可以哦，谢谢子物送大瓶。等一下，我把这个座位调一下。哎，座位蛋疼。就你把天都快黑了呀！我操，下船了。我初恋的时候是很青涩的，没有跟你们想的不一样。初恋的时候是这个很小，年纪很小，我其实我都
很多东西都忘掉了，因为时间太久了。借蒲公英，反正我对于爱情这方面啊，没什么强求啊，也不会这个过于太多的这个期望，不希望啊。男女之间嘛，这有什么？我是随便啊，我是属于非常随便的一种。谢森森，谢沈苍生送大爷，不太在乎，也不太在意啊。我才多大？我都30了，我才多大？你妈的，我才多大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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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了 ，OK。我操，这个船到了。来爬山来，来爬山。炸弹岛，哪有炸弹啊？没有，没有炸弹啊。炸弹呢？啊，我前面好像有个军事基地，是不是？岛上也没有车。那有个城堡，我操！哎，还有车，还有车，有车。这是我的呀，这是我们营地车。不是开车的时候，我头怎么塞出来了？你妈脑残哦！可以，呜、哦、好黑啊！哎呀，这破地方。哎，这什么东西？哇，这还辆车，来上车。那我怎么爬山呢？那直接从这边爬山能上去吗？哎，我怎么感觉这车越野性这么差？要是兰博基尼的话，一冲就冲上来了。要是 GT 5的话，太废了！我操！这大坑谢奇。谢麦三行送的六六大宝剑。啊，真他妈脑残这个车。算了，我还是自己来吧。哎哎，我还是自己来吧，直接飞。像我这种高手，谢谢痞子送的三台挖掘机，牛逼啊！谢谢。我去前面的堡垒看一下，到底有什么东西？说是炸弹岛，怎么没有核弹呢？原子弹什么的啊？应该有原子弹、核弹、氢弹什么东西的。我操，什么都没有吗？连一个人都没有。哎，你说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啊！哎呀，我操，我的钉钉！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来到这个岛上，然后这个岛上没有人就算了，什么东西都没有啊！啊！怎么搞的？嘣！怎么搞的？那是什么？那天上那个红色的是什么？哎，我过去看一下啊，过去看一下。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月亮？那怎么能月亮呢？
我操，那红色的跟这没关系啊！不是，那这岛上有什么东西呢？这岛上，那炸弹岛，就一个标识，炸弹岛啊，什么都没有啊！不会吧？不会吧？就这里啊！嘣！嘣！哎，尼玛！明明有灯光，却没有人。啊，下面有个洞，是吗？我看一下，有个洞。这不是洞，这是道，山道。山道啊，有山道很正常啊。天上有浮空岛，这个岛上天上有浮空岛，空岛是吗？有吗？我这还有船，确定吗？那我这个叫个战斗机过来吧。空岛，好的。红点那边是空岛是吗？好，叫个战斗机，请求空投载具。雷鹰战机，空投。B， 来这里。好，空投呢？卧槽，来了。我这伤心里面有雷鹰战机，我操，这导弹，真他妈屌！红色的地方，现在看不到天上红色地方了，没有吧？红色。哦，那边看到了，那边是吧？你们确定那红色地方是吗？空岛吗？登录中，登录在线中，我登录你妹啊！我不登录啊！我操！哎呀，脑残游戏！行，我就相信你们一次啊，相信你们最后一次。我过去看一看，我看看地图，是吗？红色的，好吧，我信你们一次。噔噔噔噔。哇，这风好大！我靠！哇，这好牛逼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我继续上。火山而已，那是火山吗？啊，火山里面有什么东西啊？啊？就是火山岩浆底有什么东西呢？啊，战斗机350，时速350，350的速度在游戏当中已经极速了，极速了都。火山有火，我都废话了。这他妈这红色的是灯光，他妈骗我有空岛，哪有空岛？有个地方能骑牛，这个游戏有很多彩蛋，啊，彩蛋我知道啊。那具体彩蛋有哪些我不知道，我太他妈脑残了。
那个灯呢？那红色的灯呢？要不要去火山啊？火山去不去啊？一个小时350千米，这他妈还没动车快呢，还战斗机呢还。那火山呢？火山在那儿。时速350千米，然后前面是21千米、20千米，那大概几分钟可以到达？啊 ，GT 五大更新，黑帮老大，你再大更新也不能播，还黑帮老大呢还。4分钟？3分钟？8分钟？算好了吧，有没有数学地？谢谢原子弹仔。游戏叫做这个防卫过道三。防卫过道三。哎，不过等会想玩我黑暗之魂，今天后脑勺特别痛啊，等会去吃一个苹果补补水分。4分40秒左右。好的，火山看一把。啊，对了，还有那个雷神之锤，我现在如果用战斗机拉那个雷神之锤，你们说那个雷神之锤会被我拉走不？就是那个复仇者联盟雷神你们的锤子啊，放地上的啊，放一个空岛上面啊，一个平地上面的。上次我用电动车拉半天拉不动，谢谢我们的坑子。估计不会吧，假模型。你说这个主角要是能拿得上那个雷神之锤，那是有多牛逼啊，啊那不无敌了吗？超屌哦，谢谢小凡，那不超屌。嗯，谢谢小猫送的萌，谢谢一凡，快到了。能玩 GT 这个会跟我说的，还能玩 GT。 我告诉你，任何主播啊，就那种小，就那种这个怎么说呢啊，就是任何主播，不管是谁啊，不管是谁，这个只要播 GT 不到10分钟就会被封，不但被封啊，而且还会被封频道。而且就比如说，如果你这个直播的时候看的人稍微多一点啊，稍微多一点，然后你会受到更严重的惩罚啊。谢青春啊，看到有人播了啊，你还有人播 AV 呢啊，播一个小啊，播几分钟我立马不就被封了吗？是不是啊？谢谢点点点送的萌，谢谢。那上次有人播，那现在有人播吗？你要能播的话早就全部都播了好不好。这小黑刀，其实我这边收到的消息能不能播游戏，我收到的消息比你们快很多啊，我有渠道。谢谢小黑，谢谢啊。嗯，哎，直播9分钟行不行？你要不你自己开直播播一下啊。谢谢此位，就像国家不让你杀人，你偏要去杀人，你不找死啊，是不是？好，到了火山。谢谢我们的烟熏哥。哇，火山，哇塞，好牛逼啊！哇，是火山岩浆。我操！我要是人下去会怎么样？谢鬼哥哥送他一瓶。掉血，很烫。这是火山沟吗？我引到中央了呀，没有动啊。
谢谢都送的大蓝星，谢谢都，谢谢。没有动吗？我看看这个火山有没有动啊，从洞钻下去啊。哎呀我操嘞。啊，谢谢萌宝宝送的一个小屁股，谢谢。哎，不会吧，这撞不死人的呀，我之前那么高我都撞不死，那么低我就撞死了，这不科学啊。哎我操，跑车。哎这不科学，这个以前不是这样的。捏嘛，头朝下，我之前玩都是头朝下的，你们信不信我给你们玩一把，来，从天而降啊，绝对不会死啊，特技漂亮帅气。我他妈哪有这样玩的呀，啊，科学好吗，特技。哎呀真尼玛的恶心啊，真尼玛恶心。我这边有个神殿，神殿什么东西啊，塔普斯维吉斯，这是不是有墓穴啊，炸了，我炸了没反应啊。哦，这是外星人是吗，这有外星人吗，啊外星人，哎呀，哪边有外星人啊？啊，我去看一把外星人。这个是外星人的马桶，哦，外星人的马桶。Hi, it's Rico. No one will ever see you.不是你偏要逼我是吧，拉的来开，切开切开，来等一下那个公交回来，来这公交，呼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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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呼，哎呀我操，哎，我问你嘛，如果我搞个十几个气球的话，这公交车会不会飘起来呢？啊，不知道会不会啊？嗯，哎呀，这水下为什么没有鲨鱼？想去玩几个鲨鱼充气娃娃。哎我操，不行我出不来。嗯，神一样的男子，来停一下，来停一下停一下停一下，哎我操，我让你们停一下，你们听不到啊，还在玩手机啊，这个妹子啊，来下来，这个妹子是我的了，哎我操，你还想跑啊，啊是不是啊，跑什么啊，牵着过来跟我来，哎我卡到什么位置了，好像卡到他胯下了啊，好像很舒服的样子，哎干什么，啊啊jokes over very funny Rico what you mean what did I ever do to you okay you win I'm a stalk, 哎干什么，挣脱开了，来走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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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
哎，跑什么呀？哦，我操，这气球好高啊！这气球，哎，前面有摩托车。哇哦！车神，绝命车神，哎，这破逼摩托车啊，跟 GT 五的摩托车不一样 ，GT 五摩托车比这牛逼多了，这一点特技都玩不了呢，啊，我操，脑残的很。真是脑残的很，哎，要不我们去攻个军事基地啊，打一个军事基地好了，那边刚好有个天桥啊，哎，这个样子啊，这个打军事基地之前呢，我决定一件事情啊，这样子啊，我们先把手雷拿出来啊，然后把手雷、放到我的摩托车上面，然后放三颗啊，自爆卡车，哎，好的，来骑上来啊，等我一过去就自爆。一过去就自爆，这样的话呢，这个直接把他们那个防御工事啊，什么激光塔啊，什么炮台啊，全部给炸烂啊！自爆卡车，啊不对，自爆摩托车，好喽。哎，我看看前面好像有一个这个军事要塞啊，那怎么把它拿下？等会直接引爆。啊，其实不瞒你们说啊，这个车可以炸掉，就像这个车，你们可能不知道这个炸弹的威力。我这每一发，你们可能看起来这个炸弹特别的小，但是这个炸弹是经过高压浓缩纳米技术，然后提炼而成。这每一颗炸弹都相当于一颗原子弹啊！你们信不信？我就用这样可以炸掉这个桥，你们信不信啊？看好了啊，信不信桥会断？信不信？看好了啊！看到没有啊？嘿嘿嘿嘿嘿嘿嘿！我都说了，这个炸弹是非常牛逼的啊，非常屌的啊，非常屌的，不需要太多颗啊，就是牛逼。哎，我操！还有原子弹啊，要不要我玩个原子弹给你们看一下？原子弹我可以这个从空投原子弹啊，然后这个引爆整个城市。啊，不对，是引爆一个岛。把一个岛给爆了啊！这什么东西？警察啊？不警察吗？挺帅的。哎，watch it！要干嘛打我干嘛？哎，我操！欺负我！啊，算了，不跟你们打架。哎，这是农庄，庄园。哦，这个东西跟 GT5 一模一样，这个草堆。哎，那边有个城市，我打下来。算了呀，那不然怎么办呢？哎，有个城市，可以把它打下来。哎，哈哈，我不错哟。这个城市需要打什么警察局啊、广告牌啊、邮箱啊、变压器啊，什么玩意的？哎，好的。啊，拉倒！我拉不倒啊！不是，我发现一个问题啊，这个怎么没有瞄准镜啊？攻击等级一星，扬声器搞定，拿下这个村庄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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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站高处打飞机！我操！游戏叫这个《正当防卫三》，真的，我需要把这些东西，什么扬声器啊，什么东西全打了之后呢，这个城镇就是我的了啊！我在这个城镇开妓院呐、啊，开什么玩意啊，都可以啊，包括整个城镇女人都是我的啊！
要供我享乐。这边有电箱，破坏破坏。简单来说呢，就是一个破坏型的游戏啊。莫，拉，拉爆！哎，等一下，这个房子好像可以进去啊。好吧，进不去，我看错了。那么多守卫过来了，你们想死啊？本来不想杀你们的啊，干什么？还有什么东西要打？广告牌。好的，这个广告牌。好的，先来门口。打碎，破坏。我竟敢叫支援，来，断子绝孙腿，找死！像我这种游戏高手，哎呀，我操！来一百个打一百个，来一万个打一万个，就那么轻松。原子弹呢？原子弹现在好像还没走，要做任务，要把这个城市啊占领啊，等等吧，占领多一点啊，就可以解锁原子弹。好，先我看一下还有多少个啊？需要还有两个广告牌，两个扬声器啊，一个变电站，一个旗帜，不多了。我尼玛，我在打仗呢，这些平民就不怕啊你们？我操！哎，那边有一个，这个红色的，这个红色的毁过了吧？还有哪边没有毁啊？这小村子，哎，没有东西了呀？咦，东西呢？哦，扬声器，在这碎，还有哪几个？广告牌那边有一个，看到了。我你妈，这不是城市外面吗？我操，这也算啊？旗子要打完之后，打完全部才能升。好，搞定。广告牌也不缺了啊，广告牌也搞好了。还有两个位置，两个油箱，一个变电站，两个变压器。那这变电站跟变压器到底在哪里啊？这里啊。哦，好了，我知道了，在这后面，藏得够深啊，这些都送这一大爷啊，看到了。原来如此，油箱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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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哎哎哎，等一下等一下，哎，等一下啊，不行了，没子弹了。我扔好多，扔好多，我顶不住了。先走一步啊！我操，撞头了！不要射我，不要射我，不要射我，不要射我！我这边有重机枪，重机枪。来，哇，这家伙挺牛逼啊！爆！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激活这个，激活这个，叫盟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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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来，盟军。我已经没子弹了，已经没子弹了。我操你！来，好了，我头变小了，我头变小了。我操！
出现了什么东西？怎么变过来啊？哇、哦！枪掉了，枪丢了！不行，这枪怎么过来了？我操！啊，后面正在踩着你刷啊，后面刷新了、啊！啊，慧慧。先飞走。好。再飞。啊，那会刷新就好了，无所谓了。会刷新就好。Target is at large. Re-establish visual contact immediately. 电箱、油箱、弹药不足。我操！啊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！我血回来了，我操！我没子弹，我没子弹，问题是，我一发子弹都没有啊！现在啊！不行，要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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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要死！我这个大头枪一点伤害都没有。还有手雷，我还有手雷。我你妈战斗机啊！哎，躲！哈哈哈！战斗机啊！好样的！战机好样的！有战机还不轻松吗？随便走，武装神机，扫爆啊，爆炸啊！我尼玛，这都不带爆炸的，爆电电战，要爆了，先走。OK， 拿武器，拿武器，拿武器，拿武器。我出去偷一点再过来。哎，等一下，这边有枪。七十发够了，七十发完全够。小逼们，我来了！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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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。啊，先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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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子弹，先走。有手雷。引爆嘣，哈哈，还有什么东西啊？还有警察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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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警察局入侵是吗？入侵，啊，入侵，入侵脑细胞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警察局破解，然后升级。好的，工程完毕，升级在这里。太轻松，像我这种高手，哎呀，太轻松，升旗子喽！一，啊，工程完毕，车库，什么帆船转向赛？解锁新的挑战，解放据点，好像每次解锁一个地方都会获得一个新的载具。帆船挑战赛，这什么东西啊？什么什么磁带？这有什么用啊？发现磁带71，71个磁带，这么多？我操，不会吧？脑残啊！游戏这个防卫过当三啊！原子弹，我在想那个原子弹怎么弄啊？是做哪一个主线啊？因为主线我还没做啊，主线还没做。把这桥都炸了，算了。We need more you. Engaging the target. All units converge on the following coordinates.
蹦蹦蹦蹦蹦蹦。算了，我先走吧。你妈，你们真牛逼。We are sending naval support to your location. 我是不是要找个地方先躲躲？他们看到我了，先躲一会儿。小心。哎，我躲到这里，你们看不到我吧？啊，先躲一会啊。谢谢志远，谢谢醉梦星，谢谢。这头好恶心，恶心吗？啊，还好啊，把柱子炸了。柱炸了有什么用？啊，他们又发现我了，我操！躲一会。我尼玛，这桥被我炸了一个缺口。甩新鲜，脑袋小点可以吗？你们想让我脑袋小啊？我这脑袋我可以把别人变很大的，你可以把别人变很大。太恶心了，太恶心了，恶心吗？啊，我觉得还好啊，我觉得还可以啊，没有你们说的那么夸张，什么很恶心什么的啊，哪那么夸张啊？操操操操操！回去等会再玩嘛啊，等会再玩。我想去那个研究一下那个原子弹。要不林洛帮我研究一下原子弹怎么弄啊？啊，弄一个原子弹什么的。要不现在先玩回鬼泣，等会玩热血无赖。鬼泣我打一个 boss， 再打一个 boss。然后这个把原子弹明天研究出来之后，明天给你们，玩一下原子弹这个炸城市啊，这样比较屌啊。现在的话，尼玛还是比较弱，枪也不行，只能适合打这种城镇啊。正规的军事基地啊，很难打，基本打不过。好吧，我存个档。哎，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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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用不用不用